最香美味大尝鲜，现在带你吃遍国民美食。要带来的就是 arancini supli 炸饭团，我觉得很不错哎，因为它有酱 cheese， 然后饭因为炸过，它表皮有点像锅巴的感觉。嗨，日式蛋爆花，他们的是奶油饭，真的很好吃，味道超浓郁的，所以是奶油饭，很好吃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